那我们刚上来就一种叫粗毛，对不对？那这种叫做细枝，细枝，枝条很细的意思哈，细枝林木这样子啊。好，那这个跟粗毛林木有什么不一样？第一个，当然它没有粗毛林木那么多毛哈、哦。第二个，它也有很明显的叶柄哈、哦，很明显的叶柄。好，这样可以稍微做个区分哈、哦。啊，林木如果你要把它搞清楚，是一个大学问呢、啊。哎，可能就是我们如果有机会再来学习好了啊，知道一下这个中海白有哪些林木这样子。这叫细枝林木。上你要拍拍，不要。